阿卡尼亚，小心可以认真的跟观众互动。玩到开台了，现在按到了，按下去了。哈，这你快点把它删掉。我删掉，四点半啊。四点半。四点半开啊，然后提前串流了。嗯。等吧，你开吧。你真的开了耶！帮他跟你讲假的，是不是？我以为他没有开麦。你看吧，多少人？蹦蹦蹦！哇，一瞬间就21人，是吗？哎，假日大家都不睡觉的、啊。你看吧，看吧，看吧。麦がいつでもお相手いたします。快来，要不要跟我玩呢、啊？你们两个。好啊，好。好啊。哇靠！今天很多人都在，好开心哦。忘啊！再创了，等一下好。你声音，你又趴下来，你再趴，你再趴，你再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坐着，我坐着。老师进来了，你可以进来了。剩下一个位置。剩下一个位置，让他们觉得更难抢。啊，有了，真的，现在只剩下一个位置哦，雷组啊，因为抢到的人都很幸运哦。今天好热哦，开冷气，昨天就已经在热，开冷气。你妈啦！冷气整天在开冷气，傻逼鸡熊啊！我哥每天都在开冷气。就说你幸福啊？对啊。有给你梦想到吗？一言难尽耶。我想一下、啊。让他更困惑。你不要。我们要改标题。被国事祝福的人。还是被国事诅咒的人、欸，被国事关爱的人、欸，还是被幺九牌诅咒的人，被国家注意的人。哇塞！哎、欸，你那时候用繁体，我这边也变繁体，你知道吗？魔力目前几级？12、13。昨天在带干爹，没有练等。昨天你不只带干爹，你还到处跑来跑去支援。对啊，带哈基啊，带谁？交任务。有谁？目前小鱼老鸡，一对情侣。哎、欸，不要讲。害羞了。你为什么要逼我？为什么要逼我？害羞了？为什么要逼我？你 要逼什么？提前给我讲清楚。你害羞了？直接就职啊，随便就职啊，随便玩，反正后面会转。反正后面都会回收，随便玩。不是回事，靠腰。你这嘴巴贱。甜的，你有西风吗？我没有啊。这观众在搞你！哇哇，真的在搞你！他真的在搞你！我为什么要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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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啊，因为最后一张西在我这。没有啊，因为这场的牌型不适合国师啊。你前面丢起来很像是国师的、欸。
所以茶很适合酒，老头。他是不是讲什么卡诺西米？什么西米？我要你那只角色，你那只角色刚刚立直之后打出去说什么什么卡拉西米？你得你等下拉回去听。你要想算小的应该没差，我刚才算台数。没差啦。没差啦，你要快点胡，不然其他人都在等，只有一个观众能玩现在。我可以让出去啊。好啊。你可以让出去哦。对啊。等一下，欸，现在有多少？现在36人。等人多一点的时候再让。对，他刚刚讲什么？卡诺西米。这样很。快啦。是啊，我已经按，我已经立直，所以不能不快啊。ノテンです。怎么突然每天都有人抢？观赏过80人的话，我就让位出去。你就让出去。刚刚开到几点？累啊！啊，这一副牌啊，真麻烦。哎呦！哎呦！谢谢老君。想想哦，这是怎么打？我打开，开到12点就关台，开两个小时睡觉。重开，重新串。要先确认12点是不是一样的，而且那个维修连维修都很复古的感觉。魔力到12点，还记得以前 RO 无限延后都有啊，每个都有一直往后延往后延。我魔力每次以前是10点到12点，然后有一阵子不知道为什么超级容易是。10点到下午3点，所以我那时候在网咖就拜拜，不知道干嘛，玩 CS 耗了很久时间。这副牌好危险啊！我越打越烂了。第一局呀，他是来解任务的吧？好好，好好，我也要解。哇！哇塞！观众拿刀来呀、啊！太凶了吧！好好，我也想要有那么凶牌。各单位注意，立即。立即。来，给你杠。有
是他。妈啦！我丢，你不是。哎、欸，你为什么要丢掉我？不是啊，丢下我，不是丢掉我，丢掉你。我跟你讲，我听的牌零张。好吧，我的、哦、没有六筒跟五筒了，都在我自己手上。为什么没有北风？对耶。什么呀？中礼宝。哦。刚刚在摸体重计啊，然后做测试。强哦，老舅换过来的牌都是宝牌。哎、欸，不要趴着讲话，让我坐着。リーチです。哇，那刚丢。丢哦。丢哦。哇，你们两个。哇，你先的哎、欸。我在笑啊，你们去。哇，你先的哎、欸。你知道我赖啊，最常联络的都是你们两个男生。然后嘞，然后最常赖错的也是我们这两个，对不对？对，你们两个是最容易让我赖。有时候想传讯息给老师，就传单。你还好没传照片给我，我一定吓死，就会回个问号。没有，我不会传，我不是传照片，我传啊，照片都是吃的。你我们照片都是食物啊，我们的互传照片都在拍食物，互相伤害的、啊。糊了啦！糊什么啦？老巨，这两张好危险啊！老巨，再给你一次机会。我现在等灯塔出现了，有。灯塔出现。哎、欸，等一下，哦，我要立即才能拿体重器，好吧？对啊，这边看我刚刚喊得很崩溃。哦，嗯。刚。哇哇，你手上有九万吗？不是，我就是在听九万啊。啊，我有两张哎。第三张摸进来了，我不敢丢，不要给你。干，我解任务，让我解任务，让我解任务，快点，快点，求你了。好啦，好啦，然后跳过。欸、他两宝牌耶，我傻眼。对呀、啊，所以才说九万的。哇，哇塞，痛你！谢谢你啊、哦，我去赖贴图，传个贴图给你看。不需要。嗯，反正也很奇怪的。在这里。哇，这个好可爱，还蛮可爱的啊！蓝蓝很爱用这系列的，还有这个，他表情都很可爱。你都很常，你都很常传这个给我、啊，哪一个？那个酷酷啊！你是那天刷了一排酷酷？哦，对啊，我觉得这超好用的啊！你刷了一排装无辜，然后都是直接哭。然后你的那一排小鱼还要录影给我看，说你看繁星给我传的这么一大串。对，你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了啦，手机要爆炸了啦，要爆炸了。哦、我自带补血功能哈，紫杯会自己回血，好不好？还有我，还有我声控喊一下，我要补血。喊你们，
然是对的。南一つ、本一つ、ドラ二、ドラ。你好难哦。这个打牌太爽，好小力，不管这些。哇，谢谢老师。感觉好像你又有梦想可以玩。没有。我要不吃痛才能够立。我也是啊。你还要解任务啊？为什么要逼我？是的，我也想要解任务啊。这个呢？嗯。我们去走。真的好多、哦，他真的很不用啊！啊，他的搭配他们都不用上功课上，就人很。我就讲了啊，因为现在清明连假、啊。哦，对，他现香港在放复活节假期。然后，对，你看老居都在家里了，你怎么可能？你还在家裡、哦？没有没有没有，我前两天就已经在家里了。你看，对啊，老居。他请了两天了。哇！他难怪你那天跟我讲说什么要去吃寿司，然后很认真，一脸真诚认真的脸在那边问。哎、欸，他真的到今天还在看寿司啊！他就很想吃。快立子，差一张。你插什么？我插什么？你说出来。他要栗子啊！他插栗子。我插一张就栗子。你插哪一张栗子啊？四万、七万、八万、二条、五条、东风，我都可以栗。为什么你这些牌可以栗啊？缺他就可以立子啊，就立子而已啊。你说二条，然后嘞？八万。没有八万，八万，八万。八万没。一万、七万跟二条、五条可以立子。他听着就是应该就是平胡，平胡类型的啊。对啊。好难啊！看，送信。哦，过百人了，好，等一下我的位置让出来。让出来。让出来。你可以立即啦。好开心，赚1000块喽！摸鱼啊！哦，这个不小呢。对不起。我自带回血功能。太长了吧？对不起。这个好可怕。哎呀，没事没事，体重
有了，加三而已。快走了，啊，举手。然后我离开，我离开。拜拜。拜拜。哇，他们是很熟悉的人类。让我再接一下任务，拜托，让我再接一下，我再留一下下就换给观众，等我解完，拜托。等你的任务解完毕，你就可以换给观众。不然我都，ダブルリーチです。蛤，你好会换哦！我爱你，哇塞！干嘛？这个是爱啊！干的主爱的爱，是不是？哎呀！哎呀！还好我丢掉了幺九朋友，还能这样？我想说你不会丢掉幺九朋友的。你听什么？快点啊！我放一放。三六三六条，哦，有了，好了，放一放，给你有什么 friend？ 木不好接。Run this， 你是莫伊拉吧？会补血会吸血。哦，好大哦！你在干嘛？龙西，哇靠，怎么了？很痛啊！我不知道啊，我又不会算牌。哦，好哦。我丢错牌，我下课再丢错牌。要么是李宝牌是四万嘛，这样子啊。W 利己嘛，然后平胡，红宝牌两宝牌，红宝跟一宝，有两个宝，红宝跟赤宝，应该就这样而已了吧？应该没李宝，应该有中到李宝，我觉得有中到李宝。那李亚飞没关系，我自带补血技能，可以的。不是啊，我东一局飞了，他们对你中加哦，你中加哦，哦，哦，哎，你们要飞我就赶快哦，不然这样要飞我到东二就没办法坐下来了，真的，东二就要起来了。活过了、欸，可是我什么都打、欸，哇、啊！他听的话都在我身上，哇！在做国士无双双啊！太行！好了，朵拉啦，到了。不是四六啊。不好啊，不好吗？冲动哎、欸！那、no， 等一下，神是 W 力子，就是我，我就是老鼠。我觉得观众应该会刷一波梦想。不用梦啊，开始就没有说出现那个了，有种一排了。没有。他们这个梦、哦、这个哦，对，不然就是右边的那边没救了啊！你要嘛中间的梦想，要嘛右边的梦想。对啊，知道。
果然开始了。有连宝灯吗？对不对？还是看人家玩比较好玩。啊、他不来啊。怎么了？紧张。就是不紧张。我想喝珍珠奶茶。买啊，反正香港的贵的跟什么一样。对啊。珍奶在台湾，只要出了台湾都会变很贵。台湾特有种嘛，没办法。像巴丹鹦鹉在巴丹就很那个、啊、野外一大堆啊，它进口台湾就要8000多块钱。听啥？这个听就是19万。你看，场上完全没有这些，那国什么梦什么，安什么？听9万条。九万条。9万7条。这样，就是对面打了3张，连续打3张的9万。哈哈哈！如果你的中间梦想，如果刚做中间的梦想，好像有机会的。对啊。算了。做了台湾就很贵，就算做了还不好，没有吧？右边的牌都很危险。Wrong， 我不知道。你自己吃牌、欸。咋办？现在没有。就这个啦，就这个下去啦。好啦，大家，那完蛋了。哦不，ランです。哎、欸，你要死了、欸。他会补血，就看他们想不想玩了。继续，想继续玩就不会唬我了。情绪勒索，情绪勒索，情绪勒索。我要 K 粒子，我早就立了、啊，在开什么玩笑？他说下一把了，你下一把粒子完毕了，他可以坐车了、啊。他想继续玩，我感受到了。他想继续玩。密码是什么？忘了。无什么？无是无？什么鬼？给往回啦！你们现在可以先把那个摊霸往回啦，就被看到房号了。而且不是密码吧，应该是房号吧？房号是什么？放弃拼国师给你，没办法，你要就国师，要么就，要么就结束。你国师，你看你下一场还可以继续国师下去。对啊，你离开了就是离开了。我还送一些很开心的牌给大家。这个牌久了啦，久了啦。你跟我讲话吗？他跟你讲话，久啊久。对啊，我说观众应该会这样子喊，久了啦，久了啦。啊、我说我牌是不是很好？你给我吗？没有啊。不是，给不知道是哪一个观众。棒子。就是为了继续玩游戏，太难得了。这个是一个好观众，我要哭了。他常出现啊，你记住他。我有记住啊，其实很多人我都有，好的，尤其是那些很不乖的会被 ban 的，他才会记住。是啊，那种黑名单，黑名单一进来要特别注意。リーチです。
对啊、哦，对啊、哦，你不要放二条。我没有二条，而且我也想要二条。Long です。不想吃，我点下去才发现为什么吃不了。爱你哦。哎、欸，你还有没有多一张二条给我吃？分享好不好？算了。干嘛？人家给你白板，给你画两，我画给他的，你画，我画给他的中八百，你可以在上面画，你可以在上面画两条，哎。我好像有机会的，他把你的爱都打掉了。没关系啊，我爱的不是他。是啊，我会这样子。嗯。中第三个，他浪费我给他的爱，你看。再见我的爱，再见我的爱。我老婆。你都二条打出来了。你说我已经打三条打出去了。是吧、啊、哦。好、哦。哦，我听牌，好开心哦。リーチ、イーペーコ、ドラ。小小的补了一下。嚯！送幸福挪小雨。哎呀，你刚刚对我那么好，我现在换给你更好的，哈森吧。哼。结果他说点错了，你这这呃，我看到了。看，哇，哇哦！你为什么要看牌？他喜欢。嗯。他们就少，他们就没有四杠的机会了。嗯，聪明，要聪明。对呢，我是什么杠牌？靠！赶快啊，大家赶快四杠散了啦！没事没事，能杠赶快杠啊！没事没事没事，你们又可以继续坐下来玩了。可以送快乐吧？不可以，只可以快乐送。啊，痛！算了啦，不励志了，不录了，不录了。等好朋友回来啊！
混全代妖个头啊！五柄都碰了，你们混全代妖、啊？他是说我不碰五条五筒吧？你不碰五筒的话，你还可以三色啊。加油，两位观众，看你们可不可以杠牌，给他四杠三两，你们可以继续再做一桌，做一局。一个小时的进度都没了，几点的事情啊？因为我昨天好像我十二点就去睡了，然后昨天睡完之后就看到 DC 跑出什么一大堆人回溯，团团他们也回溯，是半夜的时候吗？十二点半左右吧。那时候下午的时候不是也有说回溯一次？我可以摸鱼或是领上。哦。昨天左右跟朋友去哈洞练一小时。哦，我看到啊。结束啦！下一位，下两位，勝つことができました。你们的加一完了，加六哦，体重计一个了，剩一个了，一啦。你有拿小本本在算哦？没有啊。哎，为什么会记得？哎，干嘛？结束了吗？我怎么看刚房间还有空两个位置？你常常这样子呢？哦，后来生气直接收一堆卡片，把卡片丢到。嗯，你还记得昨天你一直讲说怎么都没有人，其实那时候房间都已经满了，你知道吗？不知道。然后你就直接抽了，我抢进两次房间都是这样的回事。不能怪我、啊。不能怪他、啊。怪我、啊。然后你开个后门给我，然后小鱼说为什么为什么他有后门？对啊，其实我现在今天也在走后门，哈哈，哭啊！干！对啦。是不是很符合你的玩法？嗯。也很符合他的口味。白九九是不是很常出现、啊？他常在聊天室出现啊。对啊。嘎！对的。哇！哇！做国师无双的会受不了诱惑吧？国师无双就不会再看宝牌了、啊。不是啊，就是因为你的宝牌很亮，就是你的牌很亮啊，就会舍不得做国师无双。干嘛偷亲别人？我还吸嘴巴。OK。
但是国杰升到雀姐好爽哦，很难爬哎、欸。他刚刚超难，他刚刚就掉分啦、啊，很难过，所以来陪他玩。这样子的吗？不是吗？是明明只是你们两个魔力宝贝都在维修，没有，我没有，才快玩、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有吗？小玉有吗？没有啊，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人啊。对啊，我们是为了新游戏不忘记过旧游戏的人吗？对啊，不是啊，不是啊。我们是为了开房间跟观众同乐。我们是为了开房间在讲什么？开房间跟观众同乐啊！哎呦，哦，哇！但注意都没有用，没合牌都是没意义。注意，感谢你的注意。那朱子贤贤昨天在我的画面里面跑，我知道朱子贤贤、朱子甜甜、朱子辣辣，我看到，我真的有认真看台，好不好？碰啊！为什么要碰？那是战客哎、欸。他要你杀了我，或我杀了你，这样子的、欸，对啊，好残忍哦、喔！他不知道我们两个相亲相爱吗？你看，我们都听一样的。他自摸七万啦！真的，我也听七万啊！我们都不舍得，我们都不舍得伤害对方，就你一个自摸。小雨 ，Hello， 哎、欸，我没给过你啊，你都不知道怎么打字。啊啊哈！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不我的天哪、啊！好的好的，马上就有扳手出现。啊！代表小雨真的没有在台内讲过话的。对啊，我偷看不讲话。我昨天还是有出现啊，妈，失踪人口带着一堆人是，我是绑架犯呢。昨天带着团团他。你是主谋，对啊。小雨看到没有？对啊，啊，也是啦，因为。反正我开台时间他在睡觉，小玉你看啦，你在叫我，是在叫小雨。小雨，我这耳朵真的不太好。小雨跟小鱼那个音你要抓一下。所以我那时候在讲小跟小雨聊天的时候，然后小鱼一直就在叫他大爆睡。嗯。欸，我两张酒饼哦，如果你要裹的话，要自己抓一下哦。没事。没事哈。没事。已经三张一饼已经出现。都是我打，开始。梦想破坏者，你两张九饼，那只剩一张对不对？对对，没事，一张一饼跟一张九饼，之前也是一张被我摸到，没事，我打出来，我干你！哪里？我们把积灰尘的 NS 片拿去卖二手卖掉，好、哦。
有啊，之前不是你就说你都会拿去卖掉吗？啊，所以你舔过了没？好苦！我真没舔过哎、欸。他们都说我也会把，我也会把旧的拿去买，因为这样子你就可以换新的游戏片。我操！就是我都是我的动身就是家好像，对，一个酒饼在你那边卖掉。没事，我知道，那只有几百块台币就买到了。转钢的，赶快听到金牌。你这个有点困难，我觉得你这个我上次安全下装就好了。我上次就是玩到金牌，忘记了吗？对啊，魔力就是有人在钻漏洞洗钱啊，所以才会造成回溯啊。因为那个洗钱，相信真的要洗钱，一定有办法洗很大量的钱啊。你不是要换角色吗？你那个不是打出去会叫西米？没有啊，真的有啦。你在立即的立即的时候会讲。哎呦！哇！真的好棒！国家警报，国家警报！我之前都是靠。对啊，因为像其实很多人都说我以前游戏账号可以拿去卖，可是就是舍不得啊。一来是信箱绑着嘛，二来是账号都差不多就那样。我觉得卖账号是不要了，卖游戏片可以想。卡洛西米，真的假的？对啊，真的会讲啊。怎么会这样？那我要换角色，可是我只有这一只角色。你等一下要立直前，你真的要注意听哦、喔。好。哦 ，Hello， 西敏。卡喽。他说 ：“Hello， 西敏。”也卡喽。我带出哦，我以前就是被带出骗去，把账号密码被骗去了，就在魔力宝贝。当时就是没有钱买魔，没有啊，因为那时候讲啊，都去网咖玩，对吧、啊？啊，他所以说可以用魔币去换那个换钱，换点数，然后就买了一个，然后就说要账号密码给他。我那时候就很怕，我看到人家等级很高，然后就相信他，就没了。没有卡诺西米，真的耶？哎、欸，那个。那个小心一点，你不要再打一些怪怪的。他就是来乱的啊！你总要请他小心一点。你小心一点，我会走的。リーチです。あの市民。好温暖、喔、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就是，欸、他是兔窝里面最凶的扳手呢，他的扳手都红色的呢，对啊，气发一点风骨，都干掉了，曾经是干干净净的，变成红色，为什么不是氧化嘞？对不对？谢谢波西西，2000块。2000块我庄家哎、欸，代表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哎、欸。你点点点什么啦？我就在解任务哦、喔，满贯2000块哎。哈哈哈哈哈！就这里。2000块呢，三安克2000块呢，你点点点。便宜啊，跳楼大拍卖啊！我希望是换给繁星的啊，那我这个，那我犹豫一下，我要换什么牌出去？不，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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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豫，在我这里想做的做，完全靠直觉吧。
赖除诈骗一直都超多的、啊，各种游戏都是。对啊，我那时候做超商，那时候突然一个客人要买一个很大笔的钱，我就有再三确认说，你确定你不是你知道自己用不是被骗还是什么？他说对，要用。结果就离开柜台之后的30分钟后回来，哭着说想要退钱。然后我们有调监视器出去，就是说我们真的有确认有那个口头什么的。然后就是寄给网婆。对啊，我就说你是不是被骗啊？因为那时候我又玩橘子游戏，就想说啊，不然我跟他买好了。好可怜。其实有朋友。有朋友那边要跟我借钱，说什么要买点数，什么被什么朋友被恐吓什么，我说点数黑道跟你要点数，那绝对是诈骗，你就不用去理他了。黑道跟你要点数太好笑了吧，小朋友。他真的哭着回来，我那时候22岁左右吧，然后他那时候怎么看都像是大学左右快毕业的那种。就真的是哭哦，哭到鼻子都红了哦！天哪！干嘛？哇，我是如说坐在外面的呀！你还想过啊？人家都已经干了南通，你过屁呀！哇，我都说我打在外面的呀！是啊，他说他把牌都打出去了，你就六局满贯、啊，六局满贯啊！我发誓我不吃碰你的啦！不是说发誓你也不能吃碰，结果他就没有那个幺九白可以打。还有哇，真的可以。而且对啊，现在储值很多都可以用那个网络上面那个用信用卡什么的，就变得比较安全。哇！小鱼，干嘛？我没事。刘局满贯啊！我对啊，我说我答应我不吃痛你啊。你现在没办法吃痛他，我荔枝。啊，荔枝可以放过他。荔枝可以啊。天败的，哈哈哈哈！刘局满贯。流し漫画。漫画。哎呀。谢谢，感谢大家，我有体重计了。耶、yeah, ，体重计解完了，可以乱玩了。我可以乱玩了，秀秀，怎么了？有一个很漂亮的耶，它好像彩虹。这个也蛮常出现的，不是吗？它很常出现啊，有啦。我知道它很常出现，可是我觉得这个角色很漂亮。哦，啊，你不知道换角色？啊，你不知道换角色？这是角色吗？啊，对哦。你是想听西敏啊？不是啊，他弄西敏。我说陈小健是指那一个角色很少人用，他就是姐姐型的啊，温柔大姐姐型的啊，跟我差不多啊。嗯，有些应该不是省那个汇率吧，有些是他小孩子没有信用，没有钱啊，对吧、啊？是省吃俭用的。存起来的，省吃俭用就不会玩游戏，就不会花在游戏上面。他就是省吃，不行，省吃俭用的玩游戏啊。那汪太郎常见吗？我觉得蛮常见的、欸啊。你是说那个李记那个吗？好像哦。都出汪太郎了，为什么没有出个喵太郎那类？有啊，一开始就有一只猫了，不是吗？一直泼尿跟吃尿啊，就一开始那只啊，哦、就一鸡哦。对啊，没有，我说整个头就真的是猫的。哦、嗯。
可以乱打的感觉真是好。你抽到汪太郎，到现在你都没有再打开游戏了，哇、wow ！没事啦，就是跟之前玩那种，也不是动词，那要讲麦块好了。你在你的生存伺服器养了一只狗狗，它永远都在那边等着你回来，直到你把那个地图档删掉。哦，听起来好可怜哦。然后小雨说：“不好意思哦，我不养狗的，我只有养猫咪。”没有，其实我一直都想养狗狗啊。嗯。可是我住的地方不能养狗狗。因为会叫吗？嗯。你可以养一只不会叫的狗啊。不行。可以的。A 告。到底。好想要哦。要什么狗？不是啊，你的那张五饼是狗啦。我的五饼，我没打五饼啊。哎、欸，对不起，我看气看错人了，对不起。你是白秀秀，人家是漂亮姐姐呢。白秀秀啊。我都懒得养，只有轻松生存会养。我也是啊。如果轻松生存不是为了有任务的话，你们应该也不会去养它。养什么？动物吗？猫、欸、的话，猫的话那是黄爷妹吧？黄爷妹啊，狐狸怕、啊。我、哦、这小鸡排，靠！我在解任务哦。角色不能丑，对啊，角色怎么可以丑？你那一张是不敢丢，哪一张？好，没事，我当然不敢丢啊，真的不能丢，我当然不敢丢啊。台面上他完全不见了、欸，哎，为什么？怎么为什么？昨天玩剑灵也是啊，他们都说钱拿去都充装备，就只有我在买时装，然后打的伤害都一直输他们，然后就是靠他们带我，然后就穿着漂漂亮亮在后面走的。哇，有干爹妈就好了，为什么还需要去充装备？养了十一只捡来的流浪狗、流浪猫，哇，超棒，好有爱哦、喔！我也很有爱啊。我养了一个直接唬我的繁星。什么？原来你拿着我的钱都拿去养繁星？你没有拿你的钱啊，我都用自己钱呢。嗯嗯嗯嗯。叫哇！学狗叫。这就是我们一起学猫叫。有打疫苗吗？对，好笑。我看到这个新闻，他说：“那个真的智商堪忧啊，高层的智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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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リーチです。は？あ、失敗しちゃったかも。啊？嗯。你们现在是动物的局，所以就飞了吗？可以？你们是不是不想玩游戏？我怎么那么可怜？感谢疾风的啊！你这些钱留下来啦，买魔币给我就好了啦。省吃俭用抖繁星。后面魔币需要啦，会需要啊。我说，如果真的要省吃俭用的话，就不用抖繁星了，飞了吗、欸？我还可以例子，感谢各位观众。
欸，昨天又有加开伺服器。有啊，狮子。狮子。所以小鱼，你应该跳到狮子去，你这个小狮子。不行啊，我不能跳出，我不能跳过去啊！我现在都已经死等了。我都很懒得练。跳过去带环境。不要。我的理智了。你好像中尼多拉，他是尼多拉，强了。是怎么搬到的？省吃俭用抖翻新，不要了，不要省吃俭用抖他。嗯，真的不用。真的。我要的不是这种小钱。不是要你省下来的钱，他是要你的身家。对，我要的不是那种省吃俭用留下来的钱，我要的是那种你家适应他龙虾的钱。你家要很大笔那种钱，然后挥霍都不会痛的那种，那种的钱我才需要，好吗？你这样省吃俭用下来，你会挨饿什么的，那种钱我不需要。讲的话就是，繁星他不想吃牙缝省下来，他想要直接吃大餐。对，给你拿。为什么又剩我们两个？不知道，你们两个感情好啊，厮杀吧。那种杀手训练营不都是这样演的吗？对啊，最后两个精英留下来，最后一个人活到最后。两个挚友，什么兄弟啊？我们两个就一样，在你手上。我们两个就是一样的了，怎么这样？我们默契一百分呢、欸？啊，不要这样子。疾风案有点可怜，怎么的？因为回溯转职任务转了三次，没有，因为他那个转职任务他不熟，因为其实封印师转职任务很快，他是在下面一直遇怪狂遇怪，应该是那样子。啊，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旁边有个 NPC， 你可以去问他，他就直接进入战斗，你就可以刷一个东西了。他昨天应该是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会刷很久，对吧？对呀，冰冰，你可以玩吗？不是他一定要。台港二站的手机号码才能登录吗？对啊，哎、欸，有那个啊，老巨的啊，我的。哦，对哦，冰冰你可以用老巨的啊。对啊，这样就哭啊。哎、欸，为什么不干？对你哦。对啊。其他手机号码可以注册哦，那就好了。那你赶快啊！其实一直缺输出打手之类的、欸，也不是说缺啦，有时候会就他就很贱呐、啊，一个人三个账号，那个队伍只能五个人。昨天有登录到哦，不错耶，还想摸牌吗？想。没有，楽しみ。再听一次，シミ。哈！
给你啦，给你啦！我等下进游戏把你打飞。你们分数互换了呢。我等下进游戏把他打飞。不要。这是我对你的爱。你不用打他，他就很容易会飞了哦。他昨天断线断的那么厉害。我觉得不需要医生呢。我觉得医生很多哎。有吗？我医生，你医生啊。嗯，你医生，我医生。就是冰冰啊，他说要玩骑射、骑士、医生还有法师。如果是自己玩的话，是需要。医生的话，就是人家有时候练功或是采集技能会白卡，就头上会一个那个白卡的角，然后你就他就是靠那个在医赚钱。医生是这个啦，可是医生就职任务又很麻烦。我还可以立职三次啊，没关系。骑士不错啊，因为骑士的背那个他就是他的拿枪会增加反击，所以被怪打到的话或是闪避怪的攻击你可以反击回去，还不错。那个叫什么法师的话，因为现在这个法师其实可以练啊，就只是你就是花钱去练技，反正是练技能就是要花钱啊，法师要打通就是要花魔。可以玩啊，我觉得法师就是练到后面很有成就感。得啦得啦，妈的，鞋子，还中礼宝。我因为我那时候就跟我朋友那一群朋友玩，他们就是带我去过找那个水蓝魔力的那个格斗任务，然后那时候就是他一只角色。就从头到尾反那个跟水蓝教练互反，就反到把水蓝教练打爆了。那时候看得很开心。嗯，我发现我一个人打都打得到比较多的红头盔，是真的吗？对啊，就是你队伍里面会平均分摊那个掉落瓶跟战那个掉落物。所以我昨天去洗澡才跟你讲说，哎、欸，你去打哦、喔。所以我回来就看到你打到四五个红头盔了。对啊，我很认真嘞。啊，我有没有跟你讲说，啊，我不在，你就这样去打就好了。有。对不对？你很棒。昨天赚到我也很棒。没事啦，你可以叫小鱼带你，他现在很强、嗯。没有。他十等，十一等。可是我们会迷路。迷路登出就好了，他走不出城门的。刷红头盔赚钱的我就说啊，前面赚红头盔的钱就够了啊。啊，观众就叫我去打那个什么镀金跟打，我说那边要狂遇，而且不一定遇得到啊。对啊，啊那只是经验值的问题而已。对啊，而且你遇那么久才打完。的时间，我搞不好就可以打三个红头盔了、欸。我在玩什么？不知道。哪个商人卖的都一样的价格吗？对，目前是。如果他后面版本有新增的话，会有个商人是卖1.05倍。阿长，阿长，你可以为了我学日吗？不要为了闪闪，好吗？因为闪闪就说：“繁星，快去叫阿长学啦。”他说他可以为了我。你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要怪人家 MOD？ 不是啊，阿长是先算是我这边的干爹呢，你懂吗？所以后面发现说阿长是闪闪的管理员的时候，我就的感觉，懂吗？懂。哎、欸，你是不是要这一张？不是。
你说谎，我再丢一次咯。再丢啊。对阿长来说，一个是工作，一个是信仰，这两个东西是两码事。对啊，没有，一个是爱，一个是工作。他在闪闪那边是幼稚园保姆的感觉吧？就跟小鱼一样哦，好不想上班哦，哦要管一堆拉里拉扎的。我没有啊，我都看了不爽就 ban 啦、啊。哦，对啊。阿长，你可以学学小鱼，你看你可不可以把那边扳手变红色的样子？没有，他那边真的比较少在 ban 人。你听什么啊？不是发财吗？你是不是刚过水、啊？你为什么要过水？他也过水啊！你们两个，他搞不好刚才摸到。我刚刚才摸到啊！哦，原来是他刚过水哦。对啊，他你为什么要过水？你是不是很想要继续留下来？可是最后一局了，你为什么要过水？没有啦，过水的是我啦！操你妈！不好，好啦，操你！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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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他家有三只。可是我只有八木尾，我玩这个好。不要，你还是换回西明好了。你还是换回西明好了。白秀秀，踢咯！白秀秀，他的，哇哈！踢了，玩了灰夜机了，没有，混枪吧？没有圣诞造型的灰夜机都不准进来。我爸爸，你看我一踢掉，马上换一个生母进来，还不快抖内我？生母，你可以现在抖内啊，然后说给小鱼的，这样他就会把钱给我了。对啊。嗯，送爱喽，小鱼给你了，一定是给你的。啊，不要，一定是给你的。啊，不要啦，等一下我还很漂亮，我可以贴，我可以 W 粒子的。哦，还好不是。哇，我干真的。你要 M 了？哇，摸一张，给我一张，我就 W 粒子了。干你老，干你老，英文老师。阿滴会哭哦，没有，我的英文老师不是阿滴，我、哦、也是刚摸到的，白秀秀也是刚摸到的，那就是说啊，我刚就跟你讲说是我过水了没？啊，是我过水，救我怎么样？他应该也是不敢打，我不是不敢打，我自己射哎、欸。那就最后了，你就爽一点了、啊、又没关系。我不想跟，我不想那么爽。看，自己是很好看哎、欸。我现在不好看吗？我现在是大三元哎、欸，不好看吗？大事喜，至一色四暗客丹青。再加天梦想中的梦想。再养一只彩彩，你可以养我啊！我会讲话，会开台，会画画，会打牌，会按时吃饭，会自己上厕所。会按时吃饭吗？有啊，按时啊。你的时都很不固定，不是吗？没有啊。只要把你只要把预设的牌打出去，因为我任务解完了啊，这理由你能接受吗？因为我任务解完，我就要乱玩啊，完了老局要生气，老局不会生气啊，会啦，他不会吧？会啦，老局气势，吼。好，继续杠一下。要娘哦！继续喊个杠。杠。要学那个声音很
很出那个啊。你说那个带着老鹰的那一个吗？啊，神雕大侠。自己。Roll。拜托了。我在玩什么？拜托了，让你们中我。嗯？嗯？在玩什么？我刚才不知道我在玩什么。欸、真的拜托自摸了哎、欸！天哪、啊，拜托了自摸。延迟开服哎、欸，又延迟了、喔，又延啦、嗯。好吧，你们又有更多的时间玩了，还要被干爆了啦。谁啦？加强 IP 防堵机制，我觉得小鱼会有点危险。关我屁事！会不会海外的 IP 他会先围堵啊？不是啊，他本来就是台港澳都可以玩的啊。对啊。啊，如果他堵了，就只是给台湾玩的话，那这个游戏的世界观也太小了吧？台湾的世界观就这么小？我靠！哎、欸，你这样子不想惹祸上身，你不要乱搞我！你讲话。哇，这是我的台，好恐怖哦！你看他讲话才恐怖吧？我还好吧，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他这个游戏要做大一点，就是不能只有台湾能玩，啊、我们叫他跟大家一起玩，他去玩，他就是要那个啊，国际化啊，国际的英文怎么拼 ？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 我那时候在那个军工之城，我们要 international 啊，超 A B C 的，好可爱。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造成这样子、欸，就很强，叫得好 ，International， 对，没错，拼得好，100分，是吗 ？Internet， 蛋、嗯、的怪怪、欸，因为蛋的怪怪，然后等一下我去看一下魔力的，你知道你在看官网了吗？没有在看官网，但是他没有讲时间。哦，正常。他说该期时间另行通知。他现在就没定时间出来。是官方还是粉专？官方官网里面的。好的，感谢。哦，我觉得做那种客服真的是很可怜。真的啊。被干爆哎、欸。他们第一个一定是口气很不好的，对啊，就第一下一定是口气很不好的，因为你自己遇到很阿杂的问题了，都已经会打客服代表说已经是不爽的事情了，你又不是花钱已经完了，可以学学格雷娜的客服啊，永远打不通的客服，对啊。有时候都想说，干他们的电话是不是放在那个录音室里面，隔音效果特别好的那种，就是给他们想到爆这样子，对，完全不理。马来西亚能玩吗？艾琳是，艾琳不行，对不对？冰冰可以不是吗？冰冰不是大吗？那为什么艾琳不行？知道哎、欸。还是艾琳只是不想玩而已。哦哟，没有啊，因为他现在有点，他现在上班呐、啊，所以他能玩的游戏会我知道那么多。对啊，我们都长大了，好不好？我知道，我也长老了。好，今天都哎，游玩东石大的可以上线领一下东西哦。今天东石大大更新，默剧演员他改版。改得更难玩，
变话剧演员了。哎、欸，他所有能力是最低的，是一开始大家都知道的嘛。那他最惨的是那个，最惨的是他好像用稿子还是斧头，就是敲木头、石头会更久一些。你觉得不是很更难玩吗？那他有什么东西被优化？这样的话，他到底有谁要玩他？他的气球可以放更多，他扣理智放的气球可以放更多。应该是有啊，就是今天一大早就贴那个给小鱼看啊。哎、欸，小鱼，干嘛？我不是有贴给你看吗？对啊，有啊。对啊，有吗？我忘了。不是你之前就贴给我看啊。因为今天这个就是那个墨剧的更新啊。之前还问我为什么他可以那个啊？对啊。哦。好像不错哦。不要，我要破坏它，让你们气死，让老巨气死。秀秀上身。哎、欸，没有，我那天有教秀秀玩，他好像正常一点点。他懂了哦。就是一点点。他懂他在干嘛了。应该说他懂他该干嘛了哦。应该知道吧。他有啊，他有愿说会去思考的那种、哦。就是如果你很多人跟他讲，他就会打哈哈。可是如果你跟他一对一的讲，他就会比较正常一点。哦，声音太多。有可能，只是因为他，还是他觉得在你面前，他才能做他自己。应该是吧，才能把自己最臭的地方展现出来。对，屁很多，但是要憋着，在你面前才能无所谓的放出来。这个比喻，平常压力都很大，很赞，非常之贴切。哇，怎么办？破坏啦，阿布兰嘞。好，啊不对，应该不可能破这个吧？算了，来吧，再来这一张，来吧，再加各一张。然后再破坏这个，完美。彬彬好乖哦，彬彬马上开动 star 嘞。彬彬真的很乖啊。对啊，不乖会怕被妈妈。笑死。不乖会被妈妈哦。他这次开的箱子很好笑，他是透明的工具套牌子的，就是为了啊，他每次都改版都会有那个啦，像墨剧演员就是透明的东西，之前那个谁更新了、啊、阿比盖尔的好像有送一个东西，花圈的 skin 吧。这样有意义吗？有啊。没有啊。有啊。领上开花。对啊。海底捞月，河底捞月。我这是很难领上 啊。好吧。哎、欸。我就是在凑啊，只是这两张完全没看到啊。看这个不见了，然后这个也不见了。哦，飞了吗？还没，我还可以玩吗？好吧。等宝宝。好吧。哦。我还可以玩吗，宝宝？什么宝宝啦？
小鱼不是小鱼啦，那个谁水里不是喜欢乱叫宝宝。你看挣了2000块吧。最后一次听牌。多一张来牌。看拿2000块。出事啦。这到底在干嘛？诶、欸、你在干嘛？哎呀哈不好吗？啊啥哦哦你有想法吗？放掉了哦、oh, 不懂对不对对不懂很烂啊，这样看很好看可是很烂，看起来都有机会，对，但就只是个机会。这在边缘徘徊可以啦，盲虚啦，这个是开心玩好不好？对啊，我也不是说不尊重大家，因为我刚才在做国士无双，可是做一做发现白板已经没了啊，我有什么办法啊？跟我一样啊，就听白板啊，听到后面你至少1000块拿、欸，你在想什么？至少不要听不起干活的牌就好。可是我已经放弃啦，所以我就把我你不可以放弃，你不可以放弃，要啦，你放弃你就少1000块了，你看。放弃我都放枪啊，把我打10000了要。哦，10000的话，我就有3色同顺了哎、欸。你是最后才摸到你想唬谁？没有，我刚刚真的有10000，如果10000他打出来的话，可以先吃那个啊。对耶，我不能吃他的牌哦、喔。哦，小鱼哦、喔。哇！你怎么在我上家、啊？因为我想离开。哦，因为我想在下面。你小心说话，佳佳，哇，你的对家，呀塞耶，我的对家，啊，对，这么吗？真不会说，我想摸牌，再来，我再碰一个，没有，完了。小雨，怎么了吗？他不让你摸牌，没关系。好热哦！你现在几度了？我几度了？温度啊！啊，反正最后一局了吗？你房内温度几度？3235。35？对啊，而且我现在还在吹电风扇的情况下、喔，今天淡水那么热、喔，我家比较热。感谢感谢。所以今天淡水出大太阳吗？有太阳啊，不是大太阳，有太阳。陆雪，我记得你有一个更好看的 skin， 你要不要换一下？哎、欸，对，辣辣的。好了，开始。好，我刚刚好像没胡过牌，好像都拿不到东西。天哪、啊！天哪、啊！天哪、啊！要做任务了啦。嗯，阿常说什么35？我家温度啊。哦，你真的是金鱼脑哎！我靠！我靠！怎么了你？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他？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说他？你怎么可以？我为什么不行？你凭什么？1234。好，你可以。谢谢。我的错，我忘记我的关系。没有你那么好。哎呀，没办法打 WD 机。差一点啊！
对，干嘛？又没进到，你可以先寄房好，然后等到我们东市的时候，你就狂一直疯狂的连。对。哇！没事，我这样才能切画面看东西。看魔力宝贝官方网站，它就很简短的。加强 IP 防堵机制，开机时间另行通知。好了，他 po 在这边也好，不然留言一大堆攻击他。没有啊，他粉专有 po 啊。粉专又 po 了吗？对啊。粉专，来看下面干爆的。十小时前啊，有新的哦。没有。哎，两小时前。我两小时。十八分钟前啊。哦，有看到了，他那是置顶文章了。我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对啊，其实这也是很多玩家、其他垃圾玩家害的啊，害我们回溯什么之类的。抢出心得了吗？就其实，心得就是，只要是整点或是三十分来我的台刷一下，我高几率都是整点或三十分开台，然后就可以抢到头像这样子。到头像我昨天就气死，花了1500块在留言。啊，我。什么留言要付钱？因为就是怕小号去乱。那个留言板有时候是人家在卖东西或用东西在留言交流的，然后有些小号会去留言板那边乱。因为有些人就是怕打字出来会洗到别人的那个荧幕，他会选择用留言板交流。所以你花了700块？1500。1500。留一次500块，我没有注意到我身上有那么多钱，我就留得很开心。到处抢头香，然后注意到他跳出那个，你不能，因为你知道聊天室他不是可以往上拉、往下拉吗？啊，我的分身就是刚好是只能留最后两句话，啊，我注意到的时候才看到说交出了500句，好可怜哦。阿内曼，大家都会想说希望伺服器洗白，就全部重新开始，是不是？嗯，那这样子我们再换伺服器，这样。我看留言，很多人比较希望是可以洗白重开，一次弄到好啊。正常啦，如果要这样搞的话。哎呀，香喷喷呢！喷呐！蹦！我是觉得盒的贴图都很好看呢，然后丢出粒子棒那个，来丢一下粒子棒的图。蹦！每次忘记跟谁玩了，每次要粒子阵，我自己按贴个粒子棒的图出来。粒子棒是要结婚后才有的，不知道，我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啊？什么？为什么？この状況では必要ない。我又要飞了吗？你还是换回西明那只角色好了。不是西明那只角色要讲吗？
你还是换回你原本那只角色吧。齐名的那只角色。感觉你换了角色之后很惨哎。没关系的。换一下了。东二局，现在东二局可以飞了，就换下一批了。好好好好悠远，上班加油啊，悠远！来偷看。今天悠远要上班吗？我不知道啊，我乱掰的。地狱单骑，哇哦！你是打今天放假也还是今天放假耶、yeah! 有什么差别吗？情绪上有差。我就说文字很冷淡齁。情绪今天放假耶、yeah! 哇他不想跟我玩。他不想。他不想跟我玩。雷曼。Don, toi toi, San Anko, Dora。的魔力初心，点开来是麻将正常啊。啊，标题不是有打说魔力在维修吗？标题置顶都有打。金沙早。早安。春春，哎，是都是新面孔哎。对，没看过他。没看到，没事没事没事，就是怕不知道才会特地打上去。没看到我也尽力了。哈雷曼，十二点了，还没上课的关节。十二点，可是他不是延后吗？不是啦，我差点想说该打 boss， 打什么 boss？ 没有啦，没活动了啦，忘记了啦。晚上十二点，我看到右下角十二点就有点敏感，好吗？好不好？你说敏感，要挥三刀是不是？对，我敏感。好，好，出门爸爸，爸爸，拜。我等一下也要出门我两点要出门。魔力公厕怎么加？你来这边，你几点要出门？两点。你要去吃好料的。对啊。好啊，龙虾。吃点龙虾压压惊。好好。几乎是看别人吃龙虾，就跟阿杯一样，那个国师无中压压惊。不过现在被泡得很惨啊，因为又有白目一直开外挂，然后害玩家一直回缩。为什么那个有人被删了？因为他太白目，这样子。我们兔窝里面有几个人打字可能会都离奇的不见，一个叫阿贝，一个叫忧郁，还有谁？还有一些很可怕的留言。就有一些比较熟的，我们才会这样对待；不熟的，我们不会这样子玩。对对对，不熟的不会玩。大家快点来订阅、加入，来跟小鱼熟一下。对。让他的扳手跟你亲近亲近，这样一下底下，修来修去，收来收去。优越尼，哇，你跟优越很熟、欸，在讲干话，对吧、啊？他们就喜欢讲干话，然后被删掉。他们有这种癖好，我无法。主要是因为真的是熟，而且知道他不会生气气。嗯，就是 EQ 好，很熟。就是那种学生时代好欺负的胖子型同学。我没有欺负过胖子。胖胖型同学，你因为你是被欺负，你没有欺负过，但你是被欺负的。
烦呢、欸。从人生中分掉嘛。哎、欸，等一下，我刚我是啊。在聊天啊。我听了一张五饼，不是五饼，五条。你爆麦了啦！啊，统神都这样爆麦啊，为什么不行？啊干！你是统神哟？打错了啦！几何啊？不玩了，不玩了，不玩。小玉加赛！不要啦！你的本命赛。对啊，你的腮风。我比较害怕那种被凶一下就搞得要，哦，我们前阵子不是发生过吗？哦，你说那个事件，那是意外。哎哎哎哎哎，死了、欸！那么大？不会那么大、啊。哦，你三宝牌哥哥。哎，妹妹。好饿，不行。不行，真的是。对不对？那你能不能乱叫哥哥？对不起，小心下去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跟你叫。还是要叫姨？姨姨姨，小鱼姨。哇塞！我觉得你真的会被打。我真的会被打，我一定被打。那你把我往死里打。哎，我不知道打什么。听说分手来说有点就要送三百秒吗？可是真的要很熟、欸。不是你们那些球被 ban 的，那个会 ban 的人就只有无名会被 ban， 那 ban 你们这样子。对，我不会接受任何人的要求。对，我们现在其实就是不会去主动去刻意去 ban 一些自投罗网的那种，有那种 N 属性要求的，我们其实都不会去 ban 他们这样子。这样太恐怖了。我们真的。除非你给我钱呢、啊，我才下得了手，对不对？我也可以，你也可以给我钱。对啊，有钱好办事。给个钱，超级留言说拜托 ban 我、啊，我就会忍不住说，嗯，要不要 ban？ 然后就滑鼠一过去，滑鼠就滑过去了。对。杠。没有、欸、你为什么骗我？我想要杠，他想要杠、啊、我现在可以杠，我有杠的本钱，我现在可以四杠子，我也想要四杠子，四杠子，四杠子，四杠子。哎、欸，你说你等一下要出门几点？两点，两点，好，是两点要到还是两点要出门？两点出门。刚刚去吃饭是到泰鲁格号出轨了，今天第一次泰鲁格号出轨了。What？ 好饿啊！泰鲁格号是去哪里的？那个南部的，没有，就是它是那个啦，类似小火，它是那个型号，就是那种大巴小巴那种概念。嗯，就是它是火车嘛，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完了，完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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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哇塞！我看一下他是哪里的？没有到一天到晚出轨啦！不要一天到晚啦，很恐怖哎、欸！不要一天到晚啦，很恐怖。对啊，你可以说蓝星怎么一天到晚都在开台，这样才可以。那是真的一天到晚，他没有天天在出轨啦。但出轨不是好事。喂、欸，出轨当然不是好事啊！我都自摸了。工程车滑落，好可怕哦！就是滑落，然后刚好砸到那个火车。例如，我照样造句吗？魔力宝贝一天到晚都在维修，真的？哎、欸、哎、欸欸、是花脸的，我听很久了。好吧，嗯，
不是啊，我说我听牌很久了，所以才是说我想要玩，我有本钱玩四缸子。哎，到二局了，你的使命结束了。哎。静拜拜，我工作一天到晚才吃饭，还是哦？我工作一天，逗号，到晚上才吃饭。我工作一天到晚，然后逗号。当然是我工作一天，逗号，到晚上才吃饭一天到晚不是吗？白痴，不是这样子造句的吧？没有。一定会受伤啊！有开台哦。他不重要啦，他根本不在乎。他觉得我骗他。他现在还在喊民众。他没有，他现在觉得我们骗他，然后打开了实况台，真的有开台哎、欸，真的哎、欸，你们没骗我哎、欸，你们没有骗我哎、欸，小乔是不是被说中了？不是啊，玩久了都知道你们会接下一句是什么、啊。都对，小鱼，他们给没错，他每一天都在台上靠北我。然后他每天靠北你。有。哎、欸，小贝贝。你在那边闹。啊，繁星的确可以说小贝贝。不是我，那我要叫你大狙狙哎。大狙狙，听起来不大妙，听起来不大妙。公是啊，可是主笔小狙狙，好吧？对啊。可是你常常都会口误啊！谢谢老鱼跟小狙啊。老鱼跟小狙，对啊，你们口误啊，那是刻意啦，那叫刻意。哦，可以了。你听啥？我听海哭的声音。我本来想说我要接这句的，靠！我就知道。嗯哼哼哼哼，啊呀一滴，哥哥一滴棒。安诺啊，小玉，泰鲁哥，怎么了？塞，对，我们刚才在讲。他出轨了，泰鲁格不忠诚。那以前就不是笑话吗？火车最怕什么？我在看新闻。我知道啊。欸，我连那个什么那个什么货船卡住那个位置都不知道哎、欸，后知后觉。你是说大排长龙吗？对啊，因为都是看 FB 上面一大堆人就贴那个什么在梗图啊，对啊，就一大堆梗图，顶上开花，没有，哦天哪！你还好吧？你手机吗？你今天休息吗？我明天也放假、啊。为什么服务业应该没有连假这一回事的？不是吗？我不排休，我排休。哦，我想说，为什么连假你还会在？我后天就要上班了。哦、oh, ，四个人离开了。哦、oh. ，太可怕了。对啊。他们说间歇。不，怎么讲？你那么大台的车子，翻车那些一定会多少有啊？他是翻车吗？他不是撞到那个？不是翻车啊，讲错了，出事情。一定会难免会有一些那种东西啊，损就是损伤啊，损伤。哇，你威牌、欸！
欸，我分数不是最低的了，我好吧。换了 skin 有差。皇帝、ベイ、本一、ドラ四、ドラ、バイマン。啊，才差100分，你那边嚣张什么？我想说，不可以嚣张，是最低，哦，是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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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哇，送你了，哎，请打掉他。我刚才在想说，为什么你都可以先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后来发现不对，时空还要慢一点。嗯，你在讲什么？他在看着你的台，然后听 DC。拜托。我想说你刚刚喊杠，然后你就说哎、欸、没有，那我想说你怎么知道？那我这场做国师无双，你知道吗？他不相信欸，什么东西？国给他看。好，我国过啦、啊。你妈最受伤的是圈圈，是说我有看到你的影片啊，可是没点进去看而已。你都对了。然后秀秀也是啊，我也是。我都不在乎。你有讲啊？有，那个时候我也在，我有听到。那请问那个国？日一色大四喜的现在影片观看多少？再马上点开看。我还为了日麻开了一个新的分类，一个清单，一个清单呢、啊。日麻小剧场3个月，也、欸、快2万了、欸，很好看啊，好恐怖哦！我很喜欢看那一种，就是这种小剧场类型。因为早期会剪小剧场，就是那时候一大堆人也没时间剪。然后才会想要剪小剧场啊！你说大四喜自一色吗？对啊，那还有天河啊，岭上开花，好屌、啊！在同一天发生，好屌、喔！你现在还才看到是不是？现在才知道那些东西要这样才可以剪进去的东西。你知道我昨天魔力维修的，我中了几次灵那个呢？国师无双哎、欸！我昨天在上班，然后我国师无双剪到有点不想剪了。我知道，我看到你的那个都一直不是、那個、哇，1.9万次。我只要是国师无双的牌，我通通第一个时间是贴给小鱼看。真的，我都超多的，有点腻耶。对，我说怎么办？小鱼我被搞了，我在跟他哭，小鱼。我又被搞了，他在搞我。小雨，我跟你说，我昨天跟协作他们打日嘛，有进步吗？有，而且我一开始就直接拿到国师无双，东南西北中发白，然后1919。这个不叫做有进步，这个叫赛，这是要运气哎，这不是赛，这个跟进步完全没任何关系。然后。你这样就等于是才中一，你就真想，哎、欸，我打到变强了，你说有变强，我遇到很厉害的队友，懂吗？哎、欸，我打到变强，那个 support 就很 carry， 那个 support 都代替我去死。那你这换别的吧，那你给我吧，好啊，我自摸，我就自摸。他跟我讲说三张桶在那边。换别张吧。哦，我自摸。哇，我都正听呢，换屁啊！反应。哈哈哈！三张。哎，你以前又变最少的了。不哭不哭，又秀师猪。好。小舌头。小舌头。舌头。感谢叫啦。我不会玩难过跟孙孙。感谢啦，感谢啦，谢谢啦。我提了，哇哇，冰冰，哇妈妈，哎、欸，999又出现了 ，Hello， 哎、欸，变正太团了呢，好恐怖哦，都是雄性生物的观众。
哇，小鱼很开心耶、欸、我不会啊。嗯，我比较喜欢大奶妹。冰冰搞不好有大奶。我也想要抢房间号码，加油，自己拉回去看呢、啊。往回拉就可以看到房间号码，接下来你就想想看呢、啊。往回拉。好了，我帮你看，我帮你看。你不要帮他，你什么都帮他。他这样会长不大的。不，他已经够大了。他已经够大了，不要再让他大了。公司还小。所以秀秀，你往回拉了没？我听懂了，我突然听懂了。我以为你叫我把留言往回拉，我想说留言怎么可能看得到？当然哦，这样影响食欲，对不对？环星会想要搞事。海龟血三十六人无，搞什么事？三十六人无生命迹象。我觉得你这个可以搞事哎、欸。我有，我在努力了。你说把这个打掉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玩麦打喷嚏啦，对不起。36人，没事的，没事。舌头，你在攻啥小？谢谢冰冰，我就是知道冰冰是爱我的。天哪、啊，嫌弃。是啊，我还是都要丢掉啊，我还在慢慢丢哦，急什么？我的天啊！你给他一点机会吧。啊，那个不用吧？不用什么啦？没有，我说舌头说的那个应该是不用吧？要还是那个要啦？哦，那个也要要。他的就还在慢慢从左边到右边慢慢丢嘛，奇怪哎、欸，奇怪。没有。我以为那个也算是那个，不是啦，说他们在讲话啦。哦，也要丢啊？是不是从旁边开始慢慢往旁边丢？对啊，对啊。哦。天哪，4张7桶哎、欸！我脸断6条、哦，没事，我不是听6条，1到8条，没事。好，地狱单起没有，单听。白痴哦、喔，在这里哦、喔，我想说怎么场上都没有。3条啦，冰冰那里啦，冰冰好。咱4个1条，4个7桶。冰冰是不会喂牌哦。冰冰说我不想。没有，你第一局结束之后，我们可以马上第二局呢。对呢。你我都不为了精华、啊，天哪！骂冰冰，去站冰冰。完了。骂他。冰冰不管。骂骂他。冰冰。把妈骂他。不管冰冰快，快冰冰，他都没看台，冰冰坏坏，
冰冰今天没有糖糖吃，知道吗？魔力宝贝开了没啊？不知道。对啊，难得你们整天在喊的绿色，可惜了冰冰，可惜了他是乖冰冰不看台，情绪勒索他，可惜了。没关系啊，就因为你没了一次精华而已嘛。对啊，180个观众看不到绿色的瞬间，没事的啦，啊、冰冰。没事的，没事的。有个过分，没关系啦，反正这魔力宝贝一直玩，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开到下一个绿色了。对啊，我开了一个多礼拜，第一次真的摸到绿色的。嗯，真的没关系啊，真的不会痛。他哭了，他。天哪、啊，我。你。要打掉了，好啊，好啊，不给绿色那边例子啊，真的耶，你还笑？我又不会这样，你又不会打、啊，对啊，对啊，那你还笑？哇，没关系啊，你还扶他，不哇，还飞他。不给他绿色，还飞他。好啦，他结束了。完蛋。第二局结束了，第二局。冰冰，感谢冰冰，拜拜。冰冰，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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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冰，拜拜。冰冰走了，结束，感谢冰冰。冰冰砍了你之后，他还是上位耶。冰冰走了，拜拜。好了，冰冰拜拜。再见喽，感谢洛西姐姐，又是你。嗨，拜拜。哇，又是他们耶。对啊，都是好像有抢过哎、欸，就是同一场有抢过吗？他们？你说他们俩一起的吗？对啊，好像是呢、欸。我都觉得他们是手牵手进来的、欸。你们是手牵手进来的吗？天哪，你怎么都那么衰？你衰屁呀、啊！你和你，我才衰吧？谁最衰？你不让我绿一色，你还把我飞了、欸。谁谁谁？太好笑了，难过死。哦，我看到号码了。哎，你抢到吗，宝宝？哦，因为我才刚开。你真的是废物。对啊，反正东一可以飞了他，我们再来一局。但是他选择在东二把我飞了。没错，我被羞辱了。他不想玩，他说：“你想飞我不可以，只有我能飞你。”你跟生母成就了，不是我的自娱色大师，其实自己摸来的哦。但是你们那两个飞掉的精华也是很棒的，很棒，很棒。感谢你们，我才能剪出那部精华。对啊，所以其实你们讲东一局的时候，我都会想到那个魔力的东一啊，东方医院。是要打掉了、欸，哎、欸，不用不用不用，有机会有機會，把这要打掉了。慢慢来嘛，安全牌啊。
是啊，这张没了啊。怎么了吗？你有什么事情发表吗？我没有。台面好绿哦。我放屁！你说什么？绿？台面？你说刚刚那一场吗？没有，他说现在的台面。你还在羞辱我吗？台面这一场的台面，好吧。大家都丢绿色的出来。好像是指这个、啊。他们在羞辱你。我还说羞辱我是丁丁好吗？对呢，大家。大家告诉大家，没了，请告诉大家，告诉大家，七，在哪里呀、啊？怎么摸不到啊？七で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通常这个结局都是人家自摸，然后摸到我们想要的牌，对不对？可是我跟你要的不一样啊。这个。是的。你要什么？哇，那只鸟跟那个刺条，不是红棕。怎么办？我觉得我太记仇了、欸。然后嘞，冰冰。我可以讲一辈子哦，冰冰。你只是要情绪勒索他呗。对，以后见到我，不用瞪着看他。那冰冰不能来台湾的，也要先解禁才可以啊。讲的没机会一样。不然你要去吗？他来啊。反应该会很怕坐飞机吧？我没坐过飞机、欸。我知道啊，就是我的感觉。真的啊。那不都已经被调侃说，只要离开台北就是出国了？嗯，对啊，没有哪有，只要出房间就是出国了好吗？他的那个冲浪板的那个特效很可爱、欸。那这样也算是另类上精华。那我要。去找一下精华的时间点啊，我大概记一下吧，两小时去一次。你开了两小时啊？对啊。我们七点多就爬起来了，我早起床啊。他本来就很早起床啊。最近都很，我是健康宝宝、欸。他都已经剪完片了。他都已经剪完片了，然后就觉得啊，魔力宝贝没开才跑过来找我，对啊，对。可为什么我刚刚看你们这边没有人啊？我刚刚看这边没有人啊。这边没有人。嗯。你几点看的？九点多啊。那差不多啊。九点多我在了吧？我很早就在了耶。啊？哎、欸。啊，自动合聊。ランです。冰冰棒棒，你一点都不棒棒。改冰冰棒棒好了。我的绿衣色。你也是啊、哦。对，我的绿衣色。唉，秀秀眼中都没有我们，真的？怎么？
他说自摸欸，这秀眼中没有我们自摸自摸，你看他都在玩自己的游戏了，现在连耳朵都没有我们了。对啊，哇，好惨，我的袜是刚刚说连耳朵都没有的时候，秀秀的麦是亮着，但是现在都我们都没听到，是他连嘴巴也都没有我们。没有，我刚刚在打字吼。你要用嘴巴打字哦？你都点的哟。我在点字。点字哦，哪里？美人字还是太师字？我是杨丞琳的那个字吗？你这样很没品哦。你要把你的美人字给顶掉吗，秀秀？欸，对啊，你有没有考虑啊？哈？就是你把你有没有考？欸，他那种可以点得掉吗？那个要手术了吧？那是手术，那没办法点的。哦。点什么？就是你有没有考虑整形？干！哇！不是，白天你应该再换一个方法问，你再问他要不要整形，感觉你觉得他很丑哦，你就说有没有想要改变自己样子？有没有改虑？有没有考虑动刀？有没有考虑就是在脸上玩你花我猜？哇塞，你真的更坏！我还以为白天会讲更过分的，有没有考虑打掉重练这些类型？有没有考虑洗白？是不？是不是洗白吗？有没有考虑跟魔力宝贝一样经常维修个？白痴，我收到自己的留言了，我是自己。我留言。回收。不然回收掉了。那怎么办？我不放不了你，不能把被回收的讯息翻出来哦。4月1号没有等到的人很可惜，我已经很久没有4月1号要整人的这种。我也没有哎、欸。小雪，我跟你讲，我不想听讲到昨天是元宵的事情。好，开台可以吗？可以讲。好。他是不是把自己的头像换成赖的头像？对，然后他传一个打电话的那个文字、啊、给我。我直接移读他，是歪的啊？那不是会有未接来电吗？然后那上面的电话是歪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是移读他，我移读他，我想说我为什么这是什么东西，然后我移读他，我就没有理他了。那就是骗你说他有打电话给你，你没接到啊？哦，然后我又改他的名字，你知道吗？对，我改宠物言笑啊。不是，他说，他不是他的那个是什么？我的 Windows 系统在更新什么？他说我在广书什么？对，他说我在那个书中国有登录什么？他说中国，你有个 IP 在中国登录。对对对，我想说你在说什么？白痴，然后我就没有理他。然后他弄给我是打电话给我，然后说你知道我有改过你名字吗？所以你就算叫什么名字，我也会知道。对啊，我知道你叫什么。他一辈子都是宠物笑。对。然后他就很生气。你们要好好珍惜这个笨朋友啊！这种朋友很难找。我自己已经没有那种就是的玩的心态了啊，没了。对啊，我觉得。是不是我老了？我也觉得我老了、啊。小魔牌吗？而且我昨天在上班。我觉得好像脱离学校之后就没有被整过，就是4月1号。为什么听起来像你在学校都是会被整的那一位？在学校就是会有一些人开一些无聊的玩笑，就是你身边总会有一些无聊的玩笑啊。可是，你就是出来工作之后就没有了，不是吗？对。
头冰山你在嫌弃。你说我装年轻吗？所以你说我不是年轻的吗？所以你说我年轻是要装的吗？冰冰。哦。我好难过，冰冰。你居然这样子嫌弃我。啊！如果魔力宝贝就跟你讲说，昨天是愚人节快乐，今天其实没有更新，那些怎么都是假的。我这个的话，我有跟繁星讲过啊。我照样玩啊。Uh-huh. 怎么了？我说开服的时候是4月1号，会不会他其实跟你讲说这个是愚人节？愚人节快乐，这样。繁星说别啊！我说别哦，我会生气哦，没有、啊。不来，我的也不来呀、啊！我有3万跟2张4万，去你！不是啦，我也在本来在暗刻的啊。哎呀，又说我们俩，去你的，然后一起玩，一起玩，一起玩，喜欢喜欢喜欢，可是我已经。反正最后一局了嘛，对啊，我听牌了，终于啊，我听4万跟3万，就这样，帮你杠大一点，好，来杯，有杠到吗？不知道，你要没关系，你要丢出去才知道啊，没有。哇，我3张9万呢、欸！我吃过了。我想说，最后再给一个河底捞鱼的。背满才4000块，好哭啊！好强啊！50554，嘿。你的牌型都好像，你要一直重复，一直重复，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哦。感谢洛欣姐姐跟白板。啊，他抢不到啊，哦、是任免任免。他抢不到，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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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结束。手机好难抢哦，我觉得挺。你不是放弃电脑了？你不是说你不玩电脑的？我没有不玩电脑。是很香，是真香啊！真臭，真臭警告。嗡嗡嗡，他跑走了，跑掉了，他换，他哭了啦，他就是讲一下就哭的那一种啦，都是你啦，都是因为你啦，冰冰，冰冰，绿色他看不到了，到时候秀秀回来讲说、我哭完毕了，心情好多了，我去看一下赖群有没有偷po文。我突然间看冰冰的笑容，好像是很没良心的笑哈哈哈哈哈哈，冰冰笑感觉就是那个很欠揍的那种，对，嘲讽。冰冰球球，冰冰球球，冰冰球球。啊！对耶。我在看那个维修公告，没有注意我的牌型，九连没了，没啦！不要生气，听，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好吗？原谅我，被打掉了。愚人节了。
骗阿妈我爸爸中了800万。啊，太坏！家庭革命的吧？维修到几点？还没有公告。原本预计12点呢、啊。阿妈还不把你爸打死？对啊。没有，重点是，就阿妈信的时候开始下单一堆东西。对，买了一大堆。啊，你不是丢丢的钱耶？天哪！感觉你爸是了，你爸会把你打死。真的是我妈会杀了我。隔壁想搞事啊！哎，真的，冰冰绿色。冰冰。啊，他叫冰冰看，你看绿鱼色，我们没有的东西。对，我曾经差点拥有，小月差点拥有的东西，就在，就是因为你，就是你，嗯、他很难吧？你看，打出来了，你冰冰看吗？不是不是不是，哦没有，两条，两条已经打出三张了，三条两张出来，他可以二三四啊。那赶快！他有二三四还可以用啊？为什么？好吧，没关系，很小很小，可以可以。变大了，变大了，变大了！大变了，大变了！他的三没了。他变大了，他变大了！他是亮亮的绿鱼色。等一下没听，好可怜。为什么那么难？冰冰，为什么那么难？不错吧？好棒哦！还不赖、欸，说实在的。对啊，我就充满爱吼。真绿到你发亮。为什么这种毛巨山你在我家爬、啊？你是不是有窝啊？窝啦，因为我家附近就是花花草草，是是可是偶尔会爬，可是最近这两天是狂爬、欸，是不是他们什么混飞机什么之类的？我怎么看到 FB 好像底下有洗钱的出现？啊，就是是有人在找漏洞洗钱啊。反正绿色肯定念整天，不止整天好吗？一辈子的事情。如果以后冰冰结婚，啊又找兔窝的像小鱼老去他们去的话，那什么来宾致辞，他曾经糊了别人，扣着别人的绿银色，这样子。来宾，然后不然就是他小孩长大之后，爸爸什么是绿色？爸爸，为什么我名字要叫绿鱼色这样子？因为你爸在，你爸过年轻的时候犯的错，你觉得你去台湾也会被家里整天，真的。对，扣着人家的绿鱼色，然后把人家飞了，没错，就是这样，故事就是这么残忍。看着我的直播很幸福，可是我刚刚被羞辱了。标题要
精华标题，我的绿衣色点点点。没有，你那个谁，我觉得被羞辱了。然后封面照就是在青绿一色的牌，真的。然后就会被人家讲说，干繁星变了，变标题党。啊，繁星最后一次开台，就是为了绿一色护不到。哇塞，那边变的罪过可大了。啊，亮亮。秀秀飞高高，打开的指令。电脑开好。我不想糊，可是没有绿色了，已经没了。你刚才算没有那么多绿色了，我算很久哎、欸。怎么很久？在对面呐、啊，难怪怎么算都算很少一点东西。对面也才对面拿了四张吧、啊。好多哦。就觉得说怎么那么久，说你开店怎么开那么久？哦，我顺便去弄东西啊。一定是吃东西，你的嘴巴有东西。猪啊！我下有人。猪下有人。有，人家小鱼就要去吃大餐。你爸在旁边教你，那叫他不要看我打牌，他会气死。结果他爸爸是在教那个这道菜怎么做啊、哦？不，我的绿色粉，干嘛啦？我帮你做啊，我帮你扣，我都扣着，我都扣着，我都扣着。好，你就扣着。我不是冰冰。你是新香。我帮你把那个鸟吃掉。帮我把那个鸟吃掉也太辛苦了吧？对不对？你说刚刚在你的背，那你的绿色你怎么打掉了？不要闹了，我现在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哎，一说要把鸟吃掉，浅浅就安静了。我下次他是听到了什么？啊，ツモです。哇哦！没事啊，我手上只有一个八条。我也摸不到啊！可以啦，哎、欸，39张牌绿色吗？39张牌，你们两个玩呢、欸？绿色除了8条之外，你还扣着两张两条，两张三条，一张四条。没有，我就是摊牌让他看现在场上有什么、啊。哇！我也要。你没有。我靠！哎、欸，我也听，不是。你听好。我本来放枪的。哇哦！新的公告，但是他没有讲说几点，他只是在增加了一些字。话说，角色只能用钱抽吗？他有时候会有活动，有活动会送。他说，目前经查阅发现，双子与天平的高峰期每个分流都尝试登录的勇者数量远大于在线的数量2倍以上。什么意思？我听不到，我刚刚在看东西。我还是你直接用看那个会比较好。官方吗？对啊，官方的。FB 还是官方？官方。好。哦，我去贴了。在哪里？这里的这里的请光聊天。
全面调整。行星系什么东西啊？啊？什么行星系二十分流的开放？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在天秤吗？从十分流变到二十分流这样吧。哦，那就可以从九分流改到十九分流了。等一下，目前发现双子级天秤高峰期风声上增减大过于两倍。哦，就是来的人数就是来爆、啊，超过他们预估的两倍以上。对啊，怕二十分流也好屌、哦。那我们可以去十九频道了。对啊，而且他的广告还没跑完毕耶。广告、捷运、港铁。哦，排马转日嘛，对啊，很常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有概念，其实就会还算好做的。所以你只是在多增加自己一点点难度而已。就排马是简单模式啊。多绿色哦，好哦，他只有一张绿绿的，他就红红的给我。我终于有一场意外的了啊！终于意外了，你才一次意外吗？对，对吗 ？Only 阿 T 了，你说那个 HTT 吗？哇哇哇！走了。是大豆，哇塞，这香喷喷的，那这两只好香哦！我走了走了，秀秀还是没抢到，啊，去去去！你去陪他姐每日啊？哦，不对，他在这边烤窑。哎，你也烤窑？我以为他在隔壁啊，看了一下。所以秀秀刚才呐喊呐、啊，你为什么抢了我的位置？再加上他抽到那一只好吗 ？HTT 哪是他？他就这只啊，他没有哦，没事。他说他好像随便抽就抽就抽到灰夜机啊。看，大家都好会氪金哦。氪金是另外一件事。我要拿出我的魔法小卡。给我啦！你拿了，你可以拿出来，然后储在繁星的账号里面就好了。繁星帮你抽。哎、欸，其实我不能那个、欸，直接用网页版的用，我只能用手机。为什么？
有被绑。你把卡号给我，我试试看。对啊。你把安全识别码给我，我帮你试试看。不是那个，什么？他人不见了。他在想要怎么摆？被抓走了。哦，我想到了，就是他那个，因为我现在是点开来看，他不让我输那个，而他的选项没有我的，那自己新增呢？啊，不是，就是他不能用那个啊，那个我要怎么讲啊？他可以用 PayPal 啊，你还是信用卡就可以用 PayPal 了。哎，我拍拍啊！欢迎哥啊！啊，秀秀，等一下我去你家拿，给你拿信用卡，我要试试看。因为那边的选项只有 WeChat、支付宝、PayPal、银联、My Car。哎、欸，我可以用 My Car 啊？你这是叫我卖卡 ？My Car， 我没有，我没有。看。帮你杠大脸，小鱼。是不是不哭？我没有。你打出来的，再杠一个。哦，我可以用麦卡。好，那我要用麦卡，我要来抽抽看。哇，再杠一个。哎呀，你没得杠了耶，被糊走了。还有哎。他还可以杠啊！我说他还有杠的机会。我听东风哎、欸，没有。怎么全部人都没有东风？对，全部都在排山里面了。北霸，这也太惨了吧！好猛哦！我领导排到啊啊！都在里面呢、欸，在礼包里面，哭啊！你刚刚啊，超小。你说 X 那个是信用卡吗？哎、欸，好哎、欸，那我要用那一个。嗯。如果你抽到会员机的话。你应该就没办法进房间了。你进房间，小鱼帮你。这个是信用卡、欸。哦，对耶，哦、耶客人就进不来了耶。那讲话是不是没在听？冰冰，你的绿衣色。哇塞！看，他躺着也中枪哎。你怎么看我屁事啊？他已经。哦，干！等一下，我要关麦。为什么要关麦？桌底下有人，我叫他闭嘴之类的。好吧。他干了我的信封。啊！你做什么？国事啊！国事，我干了。哦，对不起，是不是？你没有啊，你杠是二万啊。HTT， 还吹口哨哎、欸！哈哈哈！来，不关我的事。加自摸脱身。我那天用你的账号打，好像遇到一个观众，因为他一直疯狂按表情符号。然后等一下，因为说这个是不是认识版型？他好像很
看到我就会好像很开心狂贴。说不定他是认识别人，可是误会。没有，其实他只是很高危而已。好吧。为什么我刚要关麦？是因为我刚下意识想要把我的卡号念出来啊。那就念出来啊。念出来啊。卡号念出来还是要有东西才能那个用啊？你在想什么？你要把对面的人念出来才可以、啊，你要把他会有个号码，号码你那个要念出来才有用啊。对，我就是差一点把他们全部念出来。怎么可能啦？我不信。没有，而且你要那个啊，信用卡的那个啊。不是啊，那个安全识别码你会念出来，那才三码而已呢。会啊。我不信，你念念看。972啊。然后嘞？那你直接念安全。是我的手机末三码。一二三。啊。是杠流局。我会边看东西，然后要打的话，我会念出来，然后再重复一遍这样。你是不是很想多看《辉夜姬集》？我是想给你造福传心，好不好？我造福。哎、欸，这回有搞头。重点是里面要有钱，里面没钱了，没钱了，扣完了，扣完。哦，给你耶！哎、欸，不是啊，你不是要搞头吗？对啊，不是这种的，不要搞我。只想要搞威。哎、欸，怎么是你？冰冰啊！对啊，冰冰。在磕啊。搞什么？开画面分享啊！啊，打牌！打牌也可以开画面分享啊！我没有要够斯特尼，我怕你分心。不会啊，有什么？我怕你不分我钱。没有星星，你要几抽？你单抽出奇迹啊？没有，他十抽哦，在最后十抽，有没有这样觉得很空虚？你单抽。你单抽，你在我面前单抽，为什么不能单抽？你就一个十抽下去之后，再接下来不够十抽，再开始慢慢单抽吗？有，是谁呢？五娘吧，她不是现在加倍吗？而且你那个星星的量那么大，为什么？辉夜姬，快来！真的是五娘欸，她变成石头了，变成石头的形状。哦，原来荔枝效果是变成那个哦。没有啊，废物啊，太抽了，好空虚哦。你是不是给我还不较好？你看，这样的话只有我们三个看得到。你如果帮繁星除职的话，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这边有183人可以看得到。真的？为什么不造福观众呢？真的啊！你又想再除人？我会把你的名字贴在感谢名单上面，感谢秀秀大干妈之类的。好恶心！感谢赞助。好嘛，那我们把肝给去掉嘛，感谢秀秀大妈。好呀，很棒哦。还是秀秀大肝。等我先看一下，我现在里面到底剩多少钱。脑袋犹豫要给我钱，好。再看要不要给我钱，好。说的很有道理，啊、感谢杰云，来储值。啊，这个钱不够十抽。不是，我讲真的哦、喔。杰云是不是杰云是不是也是冲动型的、啊？我倒有点怕、啊。他很冲动啊，他超冲动的。你可以，你可以存一个340啊。我340。不，170啊。那几抽？一抽。对啊。十抽如果不算那个。走出奖励的话是多少？六五百六百，
吗？只抽要990呢，这么贵哦？我不是说那个勾玉还是什么的哦。你不是说蓝蓝的那个是2000嘛？那2000要花多少才可以买到2000？1800抽，1800抽。啊，台币多少？990，这是990。对啊，这假的。990才有2100的回语呢。对，如果不算手除的话，要990。还在修啊，还在修，还在修。要990哎，等一下，今天几号？今天2号啊。3、4、5，还有3天，没事。你干嘛？发薪，发薪水是不是？对啊。谢谢。哦。谢谢。我刚没有先看我里面剩多少，就等一下，你除30块的意思是？我看一下手机。好，没事。港币290才抽，只抽，这假的好贵哦！我不要抽了，我把法性氪过一点就算了。叫你白痴啊！怎么样？我是多久没看赖讯息了？我赖还已经跳了10秒钟了。好，看到了，杰云。好，我等一下出纸。怎么了？我等一下出啊。他们私下交易啊，他叫我氪金，我等一下抽啊。可是好久没看到布布了、哦、啊，点点不在台南啊，点点在念书，所以手除后就不想氪了。因为我们可不可以等这个加倍再来除啊？这个没加倍有点亏。他想看结婚、欸，你想看结婚，那就是我实抽，然后用那些钱去买材料，是不是？不讲话，所以要抽吗？感谢生母，你们要我抽吗？要我就抽。这局打完你就……那可是生母，别人说可以啊，可以是等他加倍，可是他加倍不知道什么时候、欸，哦，你是指这个布布哦，北七哦，我以为是要看活跳跳的。你是没差，不行，因为钱很可贵。真的？没有，你有抖就要有所行动，表示给你看。好啦好啦，等我一下。自信点没加倍抽得到，有啊，他们给了我一点自信，他们是给了一点钱，他们把自信换成看得见的样子。你这个东西也是看不见的，这也是看不见的，看得见啊！哎，我可以结婚了。啊，Fergie什么时候要发喜帖？不是、啊、靠，不是我啊。我说二七八喜帖刚好屁事了，二七哦，他要结婚了，恭喜笑笑，冰冰，我忘记绿色的事情了，感谢冰冰。哇，你这个大概撑个10天就没了哦。嗯，你的包想要不背嘴的话，请要再涂，要持续下去哦。哇，哦，太不行，这样有那个有 CD 时间的。我想要跟你们打麻将了，我想要跟你们看新的造型。哦，等一下我出去除欸。抽了拉 Q 的，感谢。好啦，冰冰够了，够了，谢谢谢谢谢谢。好啦，这已经一个月了，我不会嘴你了。我帮你剪精华，但我不会嘴你了。我每次都会很好的给 H T。都被教主，你不能把角色搞起来。好，你就是给钱，反正装备给你就好了。我给你钱，反正装备要有就对了。我之前是这样子啊，就是
都去打材料，然后都是把多的材料给那些多的人。我说只要给我要的东西就好。我们跳两次哦，所以是误会吗？那我们可能，就是把时间缩短成两个礼拜，就变成一个礼拜了。你白星，你这时候要确认账户里面是不是真的抖两次？不用确认啊，反正有没有确认的话，我会伤心；不确认的话，我比较开心。3646，那算什么？他的薪水要给我的钱是不是443646？哇，一万多块呀！他发薪水443646啊？哇，不是啊，436卡号。秀秀，你一个月十万，40万哦？你不知道吗？你在卖什么东西？卖器官？卖肾？卖肝？卖公球啊啦！靠背啊！卖公球啊啦！动了，好、啊，好香哦！这两次你是抖绿界吗？我等一下去看一下。绿界这个好麻烦哦，王。结果还是去查证。对啊，如果真的，这攸关我们朋友维持多久啊？哦，一次而已，一次而已。月是玉手，好用吗？一次而已，所以我们的友谊两个礼拜没有啦，乱讲。啊，要出哪一个啊？所以边边两个礼拜后，请再继续充值。你的点数已经用完了，我会自动提醒你的。哎、欸，绿色，绿手就是月卡哦。对，你可以买啊。如果你每天都有上线的话，你可以买，每天都有60个那个宝石拿，不是宝石啊，叫什么？魂玉吗？辉玉。哦，辉玉。我现在每天上线，除了动词大就是上这个啦。那你有买吗？我买啊，有啊，还是有买、啊。我拿了4天，20，他是说剩下21天啊。好了，抽卡，抽起来，抽。HTT 想做大了。就凭他。我们店拿到12000的奖金，啊，你拿到多少？我不知道，我们经理是要请吃饭，我问错问题了。我问错问题了，那我可以拿到多少？那我可以拿到多少？所以，我荧幕分享哦，等一下，我们去拖啊，我们看台就好了。你去拖啊，看台就好了。如果想看现场，看台开，你看台就好了。那我要出哪一个啊？你的手厨奖励都满意买吗？对，就买手厨奖励吧。我买过一个了，已经帮你。哦，还好看不到，吓死我了。这个是金针紫金，哇！我之前怎么买的下手啊？2000多块钱的。我怎么知道你怎么买下手？没有，就是最下面那一笔啊。我想说，手厨就是第一次氪金的钱啊。啊，哦，我不知道啊。就以为手厨就是要买最贵的才是最划算的，那对啊，就他每一笔都有算。好了，这个是1000多，1200块的，然后再加900块，金针资金。哇塞，你可以抽好多抽了。继续，不是，我现在是用 PayPal 的钱。只抽一次2000，你这样子的话，可以抽
六十。好了，来了，寻觅。哦。好，没有。流星。没有，那看能不能抽到那个杂志吧。没有。抽到效果有没有？棒。有海洋之心啦、啊、有海洋之心。好，再寻觅。有了。二三四五。我夸我夸哇。五个流星。会夜机。啊，樱花。会夜机来了。啊。谁？他真的是加倍耶！啊，沙拉，不是对黑肉有意见啊，是想要灰夜姬啊？没有。还是看后面的流星吧、啊、不然、欸、不然我们怎么喊那个我不知道这腰这黑肉香好啦等一下为了你我打开哎呦哎呦哎呦哇好了最后一次了冰有乐冰冰的粒子哎、欸、这流星有点多哎、欸、哦哦哦哦哦哦哦这流星的喷发杂志，碎啦！赞啦！杂志，灰夜精灵啊！赞呢！好啦，谢谢谢谢生母，这次也可以的。这次之前不是你也想要吗？对啊，谢谢生母、叶云跟冰山，谢谢你们三个。不知道为什么，冰冰你在上面呢、欸？卡维直接。是西明的形状啊，听起来好难过。This 啊，那要开始送礼物了吗？送谁？如果抽到灰夜姬怎么办？哎、欸，对耶，要把他养到那个结婚哦。会讲话啊，至少卡维或者是这一只，你要给他养到会讲话。哎、欸，我剩杂志哎，该不该买杂志给他？杂志好像很贵，对不对？还是他三份杂志、啊？不是啊，他不是会有那个？你不是说每天都会有的？商店会有吗？商店没有，商店好像它会出现紫色的。紫色很难啊，我已经刷了很多天都没看过紫色的啊。啊，真的假的？对啊，那时候是说来这边买杂志吗？二十五，所以是75块钱。你不能买。75。你没有你那边只有十颗而已啊！你十颗要留着跟他结婚？欸哦、真的假的？对，不是我才抽20抽就可以买灰夜姬了，好像可以耶！你的够哎！杂志多少？欸、杂志就是你这个嘛，你抽一抽会有一个，抽十个就十个嘛，然后你可以用一个去换一个这个。然后25个这个可以换一本杂志，很亏。对，所以很亏。所以我再任性二十次。哎、欸，流星、欸。我觉得可以任性二十次，就直接买合约机。这个是、欸、有流星。这个是谁？我忘记这是谁常用的，也是香香的。我啊。哦，你对对对。那我抽到的角色啊。对啊，所以很亏啊！哎、欸，现在只差一本杂志，哎、欸，两本杂志，又有流星，你就会拿去想要用灰，然后拿到灰夜姬，灰夜姬，哎、欸，那我也爽啊！灰夜姬，灰夜姬，小鱼，是小鱼吗？是小鱼，是小鱼，没有杂志，哭啊！买灰夜姬咯怎么办要不要买买的啦就是买了之后我就没有那个了啊没有那个
就没有上面那个棒棒了啊，精华的还是什么吧？没关系啊，你之后还会出啦，之后天才日麻少女她复刻，你又会抽了。嗯，我们这边都劝败一流的。啊，我抽到了，辉夜姬。哦，我终于抽到他了。我上次不应该把我的那个全部换掉。谢谢你们让我任性成这样，哇哦，香香的，很快。那下面还很配合的，哇，抽到了，哇，谢谢谢谢。快喂他吃饭，赶快喂他吃饭，赶快给他喂喂他。但抽出奇迹，先，你拱什么？我要给到杂志哦。一节契约哦，我们再要一样要买智慧跟光明。你先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对吧、啊？智慧光明、海洋之晶，他也要海洋之晶。智慧，哇，我今天都刷掉了哎。商店杂货，哇，今天有一个海洋之星的，不不不，一个智慧的。圣诞造型怎么获得？等活动开啊，等活动开才会有这种可以买。先让他会讲话呗，剪辑的力量。好啦，先讲话，我们先来喂吧，震动。杂志跟宝石不可以喂。嗯，他可以加最爱啊。不行，好像上次问过了。不行。啊，他最喜欢吃什么看得到吗？我记得他是不是右上角会有那个？会有吗？不知道。蓝色、绿色礼物可以分解，然后拿去买紫色包包。啊，对啊，你可以去看仓库啊。你先跳过。仓库。然后你回去。礼物。那个礼物，你可以把绿色跟蓝色的全部拿去分解，然后换。可是这样子会亏吗？会亏啊。当然会亏，这样子就会比较容易抽到，就是你就会可以换到紫色的礼物，搞不好你可以换到杂志这样这类型。写点礼品凤那吗？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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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点那个。然后嘞，绿色蓝色哦。对对对，它就可以分解，你点它，它就比如说它加一嘛，就代表它是等于一个绿色是等于一个粉尘，那蓝色是等于三个粉尘。嗯。啊，这样子你粉尘就可以拿去换那个寻觅券，可以拿去换那个寻觅，不是要500个吗？那个五十个粉尘就好了，50个就好了、哦。我觉得先都换，把绿色的换掉了，绿色是其实是最加很少。好了，哇，那你就把它奉献，对，然后去买那个吗？然后你就去买。买那个，对对对，古代物，你就看可以，不是你可以买那个，这个只能抽一次哦。我买什么？你可以闲人福袋，下面袋子吧。啊，这个粉有什么用吗？就只有买这个用而已吗？对，就只有买这些用而已。哦，结婚那些没有？没，哦，有100要留一个，要留着100。那我就买一个就好了。嗯。安安，好，仓库。哎、欸，东西在哪？道具。啊，上面道具。没有。那是什么？哦、小熊。啊，懂吗？就是这样子一直刷。好，懂了，就是一直打。所以我平常都会帮你拿那个，就是我平常打比赛打什么都会拿到礼物，你就可以，就是低等的可以拿去分解这样子。然后蓝色的也可以送一送。对啊。我不听他讲话。啊？就是他会讲一段话，不是吗？对啊。哎呦，
梦境。我看你滑到宝石那边，我有点心有点跳了一下，我也抖了一下啊。哎、欸，他，哦，他不用杂志那些哦，他要海洋之心啊，不是另外一只要杂志跟海洋之心啊。江元武要不是吧？另外一只只要另外一只只要只有杂志而已，哦、只有杂志啊。哦哦，懂了。但是你的那个爱心宝石是不是？不是什么东西？爱心宝石，它这宝石是爱心还是什么的宝石？它海洋之心啊。什么意思？就缔结契约那边，它是不是还有一个宝石类的东西？缔结契约。没有啊。那个许愿石。就是那个爱心的那个宝石啊，那个也两，等于说你要，比如说现在手上有20颗，嗯，然后那个粉尘你也要在100个，然后你才可以两只。直接有温度计买包包，我买了啊，能买的都买了，剩下贵人福袋没有，你可以买贵人福袋来去分解啊。好吧，不是买那些什么石头的，那些宝玉的都可以买啊。刚刚还有什么智慧吗？智慧啊，光明啊，光明没了，就全部都买一买啊，反正他活动没了也是结束，就是没了、啊。哦，你讲的好有道理呢。专门劝败的呢、哦。好了，没了的话就买勇气宝玉的，没了就不换钱啊，全部换钱啊，你就全部都买一买了。我没有牌桌啊，我想换桌布颜色，没有，我还是没有抽到，也没有手。储存，好吧，可以了。你开房间啊，我不抢了，我累了，好，心累了。为什么？因为魔力还没开，我盯着魔力看，给机会别人呐、啊，每次都我玩。你看西明最强大了，不想跟西明打。哇，好不好？不想跟西明打，怎么样？你也不想打吗？出来！抢了，不是白痴啊！你是，没错，魔力开了，魔力开了。然后就用电脑自动战斗。还有人吗？没有啦，没啦，没啦，开玩笑。为什么你们都抢得到？啊，刚不是说要开了，你还说忘记抢，你是白痴了你？不是，没有开新房间的话，号码也会不一样。那个是真的是拼手速的时候哦。你进了一间空房，是不是？他我觉得他是输入旧的房号，那那个房间已经没查无此房。拜拜，叶云拜拜，再见喽。他在做梦。哇！哇，几乎修到几点？我就一整天开日麻吧。嗯，整天开日麻你会崩溃吧？现在会有点累，然后热啦，热的话 EQ 又降低。
那贴图有哪些好玩的贴图？等一下哦。其实都蛮好的哎、欸，可我觉得它好像重复性有点高了吧？没有那个五十兰多吧？很小，泽姆就最爱贴这个啊！我觉得最上面两个蛮可爱的。对，没有那只猫跑出来了、欸。今天就四月二号啦。那只怪怪的猫。哦，对，很可怕的猫。最近看到我乖乖一直被骂，都自己洗白。嗯，什么东西？那个吉公说的、啊。好多人只是说洗牌是不弃呢。怎么讲？有好有坏啊。毕竟这才刚开第一天，你说该开个一个礼拜，而且这样昨天玩大概一轮之后，你们大概知道该怎么玩了，前期大概怎么玩了，马上就会玩了。我觉得还好啦，因为练到十等真的很快啊！你看打哥布林打到五六等，然后再去哈洞里面打个一个小时就十等了。而且我还可以把我的名字开回来。对啊，小鱼就可以去抢小可爱这个名字，不是小可爱，是小可爱爱，是小可爱爱，好不好？哎、欸，这局是神仙哦、喔，打架哎、欸，哇塞，哇塞，还好你躲得快、欸，哎、欸，对啊，你怎么这样跑掉了啊？回来救我，小鱼。完了，没有弹，没有补。我需要补，不用弹。哦天哪！干嘛？火车吗？六个人走掉吗？嗯。聊天室刚不是有讲吗？累积到36了。累积到36了。聊天室刚刚有人讲吗？哎、欸，其实我记得之前好像也是清明节的时间。发生吗？还是七月开的时候有发生过？七月不是？对啊，我记得那一次也是很大量。我要差不多准备出门。好，路上小心。好，拜拜。好乖啊！拜拜。我会用手机看牌。好，用手机打人。快的人，我就会直接。你可以用手机敲人。你过来，给我用手机。好。拜拜拜拜拜拜！我受不了，我等一下想要去吃寿司。好好。我也想吃寿司。约啊！走啊！要不要去？我们去寿司郎。哪一间？永春。我等等要啊！对，我等等要先去你那里，我要去那边的宝岛。好啊，还约？那就揪吧。然后我要先回我店，因为我要去调货、那就不用了，让我自己去吃啊。哈你还要再回你店里面啊？你不是休假？你调货你吃完然后再去啊？你说要先回呢？哦、你刚刚自己讲说要先回你的店里，对啊，我刚刚说先回我店，对啊，对啊。所以有要吗？要的话，等一下我们就出吧。很可爱，可爱。我想想，也是普悠玛的事啊。不要，对，泰鲁格号。不是泰鲁格吗？普悠玛。好像是这两个呢。都长长。出事情，都在花东啊。对啊，好可爱哦、喔。哇，有三个爸爸真好。所以修修不用哈，不用。好，小猫安安，你忘记红头盔要卖谁？就是卖那个啊，传送石隔壁会有卖那个武器防具的那商人，只有他们可以卖。啊，你去找其他商店卖，卖不出去。
所以早期红头盔捡到也是扔地上。因为我觉得还要出门的勇气、紫色可以玩了、哦、他怎么会突然这样问？这时间寿司场不会多人吗？应该不会吧，我看一下手机，如果我今天直接订的话可以订到几个，因为如果我一个人的话就直接去现场去做吧台就好了。哦，你要怎么去？骑摩托车了不起，再戴一顶安全帽来载你而已啊。还是你怕你没办法坐摩托车？让我想想，魔石重复的可以堆叠啊，其实还好、啊。看一下顺不顺路。你的话，那边如果捷运站的话会顺吗？而且我讲啊，绿头盔你可以拿去换那个料理的那个啊，那就只是。感觉现在做料理就真的很亏啊！可以用60块换面包材料，是给自己出门好方便而已啊。不然前期其实都是窝在那个村庄附近，窝在村庄附近在练的。就是回补方便的地方，不太会跑太远。你是走成功桥过去吗？我的话，应该是吧。我看成功桥，但成功桥是比较靠近饶河的那个吗？不是，靠淡水。Toyota 那个吗？Toyota 那个。没有，我是走那个靠老河的，那个城美，我走城美。哦，你走那边啊？所以你会先经过我家？对。嗯。等一下，我们在聊这个私人事情，反应在开条，我们是不是？我才想问说，你们这样子也太屌了。突然间熊熊竟忘记我已经在开台中，我已经直接忘记他在开台这件事情。啊，没事啊，这样讲也只有附近知道啊。顶多维恩摩斯可以换一级封印卡，那个是只有那个啊，封印师那边的可以换啊。像封印师前期练技能这样才方便啊，不然封印师谁要玩？我知道了，我先不先跟你去吃。现在预约的话是3点到5点都可以。我靠，要修那么远那么久？可以啊，三点好。那你可以先到那个。我家这附近的宝岛，然后去拿货，对不对？我在想先跟你去吃，然后再回来去那边，因为我那边有车可以直接搭到我们店。哦。比较顺。先去吃，然后我跟着你回去那边。那就是约三点整。三点半。还是三点半。对。OK。OK。在人家开台，然后我们约吃饭。而且还在小鱼离开的时候。你太过分了。那个偷拍。讲一下，我看你们怎么过分。偷拍情侣外遇的现场。又是另外一种精华。对啊，背着女朋友再约另外一个女生，而且是吐锅里面的事。
那剪完剪辑出来之后，你就传给我说，老君你要花多少买影片？对，完全就剪，啊，约出来吃啊，背着小鱼，然后这样子，背着小鱼，背着小鱼，走，我们去吃饭。没有，标题要吓得很冲动。那个老君背着小鱼偷吃，应该说什么？兔窝里面真的是很不干净吗？还是什么东西的？谁要？现在干嘛？现在打麻将，等维修好，可是等不太到。你不要说了，白星那边应该更热吧？白星那刚刚温度35度耶、欸。我这里也是35度啊。我电脑已经烫到，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修啊。Hot。还是你要说阿金 ？No 。这样还有1000、2000。你在算你的薪还剩多少钱？还是要算给我的钱啊？我身上还有400块可以吃寿司啦。那你可以点很多碗茶碗蒸呢、欸。啊？喜欢吃茶碗蒸吃这么多？我只是想吃茶碗蒸，狂吃，然后被他们骂。你来这边就为了吃茶碗蒸，还有玉子烧。我现在不会吃玉子烧，我现在不会吃玉子烧了，真的觉得太浪费了，真心觉得浪费。茶碗蒸跟玉子烧来说的话，我觉得茶碗蒸还比较 CP 值比较高。对，里面还有虾肉、海鲜什么的。我有200块，我有一张200块。24小时都开冷气，我家没办法开啊。我家也不能开冷气。对啊，像铁皮的热度，你用那个去，你用烤箱去想就好。对啊，你在烤箱里面吹冷气。我在烤箱里面，就算开冷气也没什么用，正中午永远都是热的。每天都在洗三温暖。对啊。每天都泡在里面，不知道在干嘛。可是你每天进烤箱，为什么还是这么的？有，没有，就是没有排出汗啊，我没有逼出来，没有，他有逼出来，可是他没有动，而都会囤积里面呢、啊。不是，他有逼出来，但是他又额外在吸收进。对对对，我就开始吃冰了。啊，我流失了，好浪费，赶紧补回来。我流汗了，吃一点。劝你善良，哦，很散了、啊。挡上，那这房间号是多少？我怎么知道？8，公事局了。81369。对。准备开抢喽！结束吗？准备了。天白。那真的是他们是在有延迟的情况下抢，他到底怎么抢到？不是啊，你要想100个人抢，少3个人抢到，你是问怎么抢？还是天选啊，不，我的意思是，就是他们要再抓到你，把人不是啊，就是有人也跟你一样抢不到，好吗？只是我那时候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再打那些什么抢不到、抢不到了。哇，你看西敏，不是那个秋秋就没办法，不行，太难了。
你好，你现在问聊天室有多少人抢没有进来的，你要不要这样问？因为我那时候规定他们不要这样讲，我已经开放每个人一次名额了。因为就是因为这样子，我那两天在开台念了很多次。哦哦，就只有你没看台，然后在那边怨天怨地的。我没有，不是，我的意思是我是在羡慕，好不好？我没有怨天，我是觉得哦，好羡慕啊，可以跟繁星打牌啊，好羡慕。哦哦哦，你有。啊、是哦，你看、啊、不说了嘛，抢房就是运气了啊。你有国事吗？没有啦。这一副有点难国啊。没有啦，没有国事啦。与其这一副牌，你讲国事，还不如讲说老头比较快一点。国事断了，为什么断了？你那边有四张一模一样的牌了吗？哦，究竟是什么牌呢？三张球捅出来啦！编的还没出来。对，西米那个秀秀，你可以问问看西米，西米真的还蛮容易抢到的，不知道为什么。西米。Yeah. Oh. 因为我有洗澡啊，那这样回应你会怎么办？是因为说，因为我很臭，难道你到底要承认你要臭呢，还是？敢。这个时候你的抉择是。回家再搞哎、欸！会不会有观众的爱呢？不用啦、啊，观众爱的话，又要加一场了哎、欸。在他身上，怎么？结果是栗子那家放的花。他也是国师啊。不是哎、欸。我的天哪、啊！两张发财被人家拿着，哈哈。哎，你的贴怎么都有国了？昨天啊，昨天开始的。那、啊、他们就整天在那边叫我国啊，我都想加一个绿了，你知道吗？加了啦。加你了，加下去冰山会难过啊。以后就是那你那个贴图就直接叫冰山，国了啦，字了啦，字了啦，自然可的事，干了啦，突然间变麻将系列，对啊，
什么东西？出什么？刚讲截图啊？哦，对，直接叫冰山，冰的啦，冰的啦，冰的啦。没看到谁给你牌，我不知道哎、欸，有可能是我，我也不知道哎、欸，我真的不知道哎、欸，我是谁？但危险啊！维修好久，对啊，早上七点说十二点好，现在都不敢公布时间了、啊。对啊，不敢确切讲，感觉是三点啊，依照以前魔力，哎白，我没洗白，是洗白还是没洗白？他洗不洗白我都照玩啊，我是会玩啊。今天都没播广告，天啊！还好，现在人数比刚刚多啦，都可以啊，没有流失。我想，我开了快三个，我开了三个半小时哎、欸，那个半小时。
对。元代幺九没有，我吃了这个，我后悔了。吃了这个之后，我就知道我吃错了。哇，国师无双在宝牌堆啊。抽到辉夜了，对啊，抽到的，先暂停一下，好，拜拜。有点想休息了，想说一礼拜五晚点还有巧克团，然后魔力宝贝玩不到，魔力呀、啊、魔力。99去休息啊，晚上玩什么？所以你晚上还会开台吗？晚上吗？看情况吧。开是会开啦，会不会跟巧克团不确定？開什麼就不知道。对啊、哦，搞不好还是玩魔力，当一个完全被绑架的人，完全被绑架的失踪人口。那今天要出门？三点吧。不然就我也可能等魔力开服再来开台啊。没事。有人请客哦、喔？没有了，穷都快穷死，还没发薪水。等你啊。我没钱了，刚刚刻完了。刻，不帮我刻，你要自己刻。我有给你，我抖给你，我以前的加上，就是那些的。我们不能提以前，我们要提未将来。我们不能看过去，要看未来。要往后看呢、啊？不是往后看，往后看冰冰子会难过啊，会当个记仇的人啊，对不对，冰冰？反正等一下就是。等魔力好，我就开台，好，先去休息一下。
那晚上会开啦，只是开什么不确定。那魔力好也会开，好吗？好吗，各位？啊。好的，啊，音乐没开台啊，这时间怎么没有开？刚看你打开 Apex 哦，音乐，恭喜大家记得上线哦。那个墨剧演员的角色有更新，啊，有送东西，啊，记得领哦。红枫。哦，想说算了。哦，音乐打开了，当时大了。哎呦喂，哎呦喂，跳头，跳头，跳头。好啦，这样感谢这三位的陪玩啦，先休息一下，当个记录档。就这样咯，感谢各位下午收看啦。我们先到这边，那晚点见啦，各位拜拜。各位拜拜。拜。